它是有点那种植物纹的感觉，然后背后呢超美超正，是有那种立体的效果，但是不会漏到你的内衣 bra top， 再来你的肚围腰围全部锁在，非常非常的漂亮。但是你知道这件完全遮副乳，太开心了，然后胸部比较丰满的粉丝都可以穿，很凉快。我身高161公分，没错。那我现在里面叠大号的就是刚刚 New Era 同款的，我觉得呢它最美最美就在于它的背部的地方。你可以看到，因为像是女生长期坐办公室久了，以及呢过了25岁之后最胖什么，胖背部，所以呢我们特别做了这样子，它是这样子收进去的，所以对于背部的时候是非常非常好。再来我要换回大的记忆，我的肩宽是多少，39/40肩，可是你可以看它是宽带的背心洋装设计，所以对于宽肩膀的女生呢，其实达到一个非常好的修饰，加上它整体长度，不管你有161还是我167，你都可以看到表现的非常好。再来洋装本身的面料，你看吗？有一点光泽，有带一点皱皱，是一个特殊新型的面料。那本身呢，你就完全出国玩，不用整套那。